有很多老铁发私信给我，想看我再炸一次蜈蚣，咱们今天炸一个老铁。不用害怕，这个都是可食用的昆虫美食。哇，老铁沸腾了，沸腾了！喜欢的双击加关注，带你们了解更多的昆虫美食。老铁们，马上炸好了，再让它沸腾一会儿。炸好了，我先尝尝啥味儿。嘎嘣脆。喜欢的关注我，每天带你们了解更多的昆虫美食。有很多老铁想看我现场炸一个大豆虫，今天咱们专门从菜园子里边捉的大豆虫炸一个，老铁。哇，沸腾了，老铁沸腾了！喜欢的双击加关注，带你们了解更多的昆虫美食。这个还不熟啊，老铁，再让它咕嘟咕嘟。听说这个一口挡两个鸡蛋，咱们尝一尝。一股豆子的香味迸发出来了，喜欢的双击加关注，带你们了解更多的昆虫美食。这是我花288个大洋买的法国大蜗牛，咱们今天炸一个，老铁。这是清洗过的，油已经热了，放一个试一试。哇塞，油已经热了，咱们全部动一动。听说这个是四大名菜，喜欢的双击加关注，咱们下个视频开吃，再让它炸一会儿。老铁们熟了，咱把它给盛出来。天哪，蜗牛已经出锅了，咱们尝尝味道。哟，这是啥东西啊？它紫吗？我觉得应该下面应该不能吃。哇、哦，这是啥东西啊？我先尝一尝。跟我说很好吃的老铁，你给我出来，我请你吃。老铁们，咱们今天炸一个据说世界上最大的蝎子——雨林蝎。不用害怕，这个都是夜市上面的特色美食。喜欢的双击加关注，带你们了解更多的昆虫美食。炸好了，老铁们，这是我花400大洋买来的蜘蛛，能给我400个双击我就满足了。先蘸上我的烧烤料，开喽。我先爆个头。嘎嘣脆，这味道真是绝了。有老铁跟我说想看我炸一次大蜘蛛，这是我花了288个大洋买来的大蜘蛛，咱们今天炸一个，老铁。这个视频能有280个双击我就满足了，让它再沸腾一会儿，咱们下个视频开吃。老铁们看看这个，这个是竹子里面的害虫竹象虫，咱们今天炸一个。不用害怕，据说它满满的高蛋白。喜欢的呢，双击加关注，咱们下个视频开吃，让它再沸腾一会儿。菜园子里捉的大青虫，咱们今天炸一个，老铁。有很多老铁想看我再炸一次大豆虫，咱们今天再炸一个，老铁。满满的都是高蛋白。哇，沸腾了，老铁沸腾了。哦，喜欢的双击加关注，下个是金鸡苦啊，妞妞啊，炸。